啊，这个风太舒服了，微风，凉凉的。我觉得今天可以一直撑着这个天幕睡觉。11:30了，我现在准备睡觉。这个帐篷，我可以把它支起来，当一个遮阳的地方。我觉得可能要很久，然后再捡点木头。做的饼太大了，自己给自己准备了一顿很难吃的饭。我的小帐篷，晚上也没有那么冷，现在很舒服，点了微光，星星也逐渐出来了，有很多的星星。啊，这个风太舒服了，微风，凉凉的。11:30了，我现在准备睡觉。